师傅帮我看一下，我能不能去还是不去帮我指定一下已经好不好？感恩师傅。你叽里呱啦说了一大堆什么东西了？该说怎么不说？就是想叫师傅看看我是不是要去心里去帮我小孩去看那个照顾一下生意，因为我现在在布里斯本是在帮这个观音堂进花果，我不想去心里，但是我现在决定不了事情，然后我想叫师傅给我看一下。你决定得了不啦？我如果叫你，我叫你不去，你敢不啦？我敢，我听你的，你给我看一下要我给你儿子的名字，你假如说不去，我就不去了。不要儿子的名字，用不着，又没死掉。啊好。活人报生肖，死人报名字。OK， 他是董路凡，1983年1月7号生日，然后他是说狗。死了。没有。没有报名字告诉干什么？没有报名字干嘛？哦，那叫什么？就是生肖，就是几1983年生的，1月7号。属什么？属狗。你儿子，谢谢你儿子脾气不好，听不懂啊？哦，脾气不好啊？那我要去不去还是怎么样？我还是，哎呦，我心里难过。难过。嗯。你去的话嘛，也是最后这个结果。是好还是不好？他的生意要不要么？要么我就把他卖出去，还是要什么？又不是你的生意啊。但是他的名字是我的那个就是公司的名字，他也有我的名字。你现在知道哪个生意好的？你告诉我有哪几个生意好的？现在我知道呀，现在全世界的生意都不好。嗯。这还不懂啊？而且你这儿子这种，你儿子这种脾气，这种性格，嗯，你说说看，你去了能解决什么问题啦？我就是也不知道呀，所以我难过了嘛。他让我打电话让我过去。你不敢不过去啊？你又不敢不过去、啊？我就挺舍不得，因为我们的同学在这里，他们知道我要去，他们说你不要去，因为我们布里斯本观音堂人很少。你知道吗？所以让我需要，我因为每个星期要去请花果，然后我现在又不想去，但是我要么想去的话，我就只看看在两 Christmas 的时候帮他去看一下，然后我再还是回来，要么这样。你看看。那去啊、嗯！我有些话我不能讲的。你就跟我说吧，我会听话的。你听话，你听你儿子话。不是听你的，欠他还没欠完呢。你说我欠的，就是我要帮他，是他小孩子的债还是我的债？嗯，当然孩子的债啊，孩子在赚钱，赚钱的时候他也不给你，不好的时候他就叫你。对。好了，师傅，你再给我看一下我的那个就是佛台怎么样？我是，嗯。佛台蛮好，有菩萨。啊，有菩萨，对啊，谢谢，感恩师傅啊。嗯，好了。感恩师傅，那我就是不去。那我小孩子，我现在要让他这个生意还是要处理掉，还是要怎么？他会好吗？我就不知道。要处理掉了，他这个生意，他这个生意再下去，长期不好的。哦、嗯，不好。明白了吗？我都全部的心血都给他，我都没有了，我都担心死了，所以。没有办法的，你自己欠他的，有什么办法？哦，我是欠他的。嗯。听得懂吗？嗯。那我现在需要怎么做？给我一下米金。我已经讲了。没什么好讲的，你自己要继续还你就去还，你要是想念经还，那么就念经还，就这样。我念经，我现在是念经，但是我还没去吃全素，因为外面有乱七八糟的朋友在外面，我就不能没有发就是发愿吃全素。好了，讲都不要讲的，你一定会去的。好了，我不想多讲了，你一定会去帮你儿子的。
我一定会去帮我的儿子啊。没有办法的，因为像你这种人连吃素都不肯吃，你不要再不要再说肯定的，明白了吗？好吧，好了，再见了。OK，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啊。